去耶，这集要去吃一家在淡水我非常常吃的甜点店。在万里线那支影片我有说过，我大学是念淡江嘛，那身为一个资深的咖啡厅水水，加上我在淡水住了四年的时间，也算是半个淡水人吧，这家蛋糕绝对是全淡水最好吃的。好啊，可能是有点夸张，反正我就是很爱他们家甜点就对了。现在在捷运站等我朋友来。今天有点在飘雨，也是蛮浪漫的呢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它的位置就是在淡江旁边的一个金鸡母社区里面。基本上念淡江的人一定都知道这家店吧？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存在，你就是整个大学就白念。如果你的生活圈不在这附近的话，或许你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踏到这个区域。以一般民众而言，就也算是一个巷弄咖啡厅，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的巷弄咖啡。我要一个野莓生乳酪，还有提拉米苏，再一个草莓卡士达好了，谢谢。我第一次坐楼下的座位，不，你明就有听到。我来四田必点就是野莓生乳酪，是我最爱的口味，然后还有提拉米苏，全店我最喜欢就是这两个口味。然后它的野莓是上面会撒一些柠檬皮，就是很香，就是有一个清新的感觉，可以吃得到蓝莓跟蔓越莓本人。它的乳酪不是那种超浓厚的 cheese， 就是有点清爽，野莓味道会很完美跟乳酪融合，不会让你就觉得只吃乳酪很无聊。我要吃提拉米苏，我大失败。它提拉米苏就是上面是可可粉，侧面可以看得到有手指饼干，它慕斯的质地是那种，应该看得懂吧，是这种很柔软的质地。乳酪类的底都是一般的那个消化饼跟奶油。我超讨厌那种加咖啡然后泡得很烂的那种手指饼干，它是包在 cheese 里面，然后是正常的蛋糕体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就是有一些提拉米苏会泡过咖啡，我不懂谁喜欢那种口感。会有人喜欢吗？中间我们先来喝一下这个。好，我点的焦糖拿铁，它的表面不知为何很闪闪发亮的，然后焦糖也变成拉花的一个部分。它的奶泡很强，我们已经放了差不多十分钟，它没有塌陷。它的焦糖味就是来自于拉花上面那些草的部分，咖啡里面好像是没有加焦糖。这个甜度我觉得非常刚好，差不多是一个微糖吧，然后你又不会觉得很 heavy。 我以前也很喜欢自己做生乳酪蛋糕，但它事前就是有一种我自己做不出来的味道，它就是不只加了 cream cheese 跟鲜奶油，它一定有加 something 别的。它的果酱味道不会很强，很轻盈的在这个蛋糕里面，我真的很喜欢咬到那个野莓本人的时候的口感。好啦，这家卡士达我会点它，完全就是因为它颜色很漂亮，但其实我很不爱吃塔类，因为我觉得很难戳下去，因为它的底很容易裂开，就原本想要吃一小口不会变成一大口，对对对，然后甚至没有料。它的卡士达味很香烤布丁，底非常香哎，那个烘烤过的香气，吃一口有草莓的，多了一个爽口的感觉。它的草莓好吃哦，是微酸的，我不喜欢太甜的。它不是超甜草莓，它的卡士达酱是比较甜的，然后搭配微酸草莓，它怎么赢过提拉米苏？它赢过提拉米苏吗？我会点它下一次，可是不觉得搓底的时候非常的。难怪他是要用这种碟。哎，对耶，他用的是木，因为就是用这种一般的盘子，感觉会更碎粒。他的卡士达酱里面是有加真的香草荚，因为看到他有一粒一粒黑黑的，就是香草荚。哎，
你看我们两次拍这个都很僵硬，都有东西倒下。怎么办？很不适合当美食水水。整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简短的介绍就开始吃。哎，我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讲。我大一大二非常想要来世田打工，那时候就是很疯，自己在家做甜点。世田它完全就是一个少女梦想中想开的店，憧憬中的模样，就是一家小小的店，卖点甜点，然后一些咖啡饮料什么的。我以前很爱幻想我自己长大会开一间甜点店，毕业之后存点钱，然后就是小小的、小而美、温馨温馨的，睡饱起床再开店，然后你不想开店就直接拱手，很优雅在那边做甜点。世田就是我梦想中想开的店的样子，因为很多少女都有这个梦想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很喜欢世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很讲究器皿的使用，他们家的每一个盘子都非常美。总共有点小爆，刚刚剩十太多东西。顺带一提，我们刚刚两个人吃了三份餐，外加一个炸物。回到金鸡母，马上先去吃了我们的怀旧午餐。哦，你要讲一下，今天就是过了红树林，地板就湿一片，整个惊呆，整个台北市地板是干的。我们都会笑称红树林有个隐形的结界，就过了红树林在另外一个国。而且我们都会说去台北是去台北，就好像垦丁过去那种感觉。真的很想认真介绍，可是我就是不小心就把它吃完。有然後前半段吃五分钟吧，五分钟很认真的。它如果是那种奶味超重，可是你并不会觉得很。我又要讲 heavy 了，我就是一个没有吃的人，不会太负担，又是负担。吃完了，我们都已经吃完了，你怎么还在睡？完了，我刚在楼下一直不敢大声讲话，比平常轻声细一点，现在出来可以大解放。好了，反正是一如往常的好吃，野莓生乳酪稳坐冠军，它的那个什么柠檬生乳酪也很好吃，就是喜欢酸口味的人可以尝试。反正如果你第一次来不知道点什么的话，绝对要点野莓生乳酪，然后再点杯茶。我点啊，你要帮我呼吁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订阅志远的饲料。欸，我有粉专欸，你们赶快去按赞，我会时不时刷一些好吃的餐厅的图文版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